好，欢迎各位爸爸和宝贝们来到我们福建平潭的东翔岛，欢迎大家。咱们大家伙的头一回见面，我们那个自我介绍好不好？他们都管我叫村长。你叫什么名？村英姐。走过去。你的村长好，你好，我叫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应姐。那爸爸叫什么呢？陈小春。陈小春。哇，太棒了，爸爸就是陈小春。我可以叫你小小春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小小春。我可以这样。狮子吗？哦，狮子，你是这样跟朋友打招呼的吗？好吧。你呢？欢迎你来，我的小狮子。狮子见面都是要碰碰头的。嘿，你好，我的朋友。好，抓到了。